I think I will give you another listening exercise. It's about another great woman we have already mentioned in the class. That is Joan d'Arc. So, do you know where she's from?是一个以人为本、重在发展的学校，好学近乎智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是他的代言，更是他的标志。在惠文，课堂上的主角永远是学生们，不同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，老师们扮演的是引路人和倾听者。也正是有他们，才让我一步步的成长起来，走到了今天。我正在这所学校里，慢慢成为我所喜欢的模样。一应俱全的社团活动让我们能够发掘自身潜能，在课余时间充分发展自我。惠文包罗万象，全面发展，开展全人教育，能够成为惠文的一份子让我感到十分的骄傲。在校训智仁勇的指导下，莘莘学子在此展翅翱翔，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前进。